哟，弟妹，我这以为门开是谁呢？你回来了，大嫂来了。对了，大嫂，我正想去找你，给你打电话呢。怎么我一回来，我发现家里就跟进了贼一样，锅碗瓢盆啥的，大件还有那大碗啥的，就连我那个卧室里那橱子里面的衣服都少了很多。呵，你常年不在家，我都弄我那边去了。再说了，那衣服都过时了，不得穿吗？不穿在那放有什么用啊？不是嫂子，你看我现在也回来了，这往后呢，我可能在家里待着。你看你是不是把我……呵，你看你还来这一套，你这出去都挣钱，你还差着点吗？我都拿走了，还给你拿回来？我挣的钱我自己家买的东西，你拿走了，你让你还回来，这不应该吗？再说了，我把钥匙放咱婆婆那儿，你从哪拿的我家钥匙？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那么计较、啊、什么是一家人呢？我把你当成一家人，你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？尽快的把我家东西尽快给我还回来，如果你不还的话，那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了。大家觉得我做的对的，双击关注。